一啲外國片無論荷里活做多年嘅戲佢接受到我哋講返我哋自己嘅話啊，佢要你講返你自己嘛。如果我講得好正印度話冇意思佢覺得佢覺得人一聽鍾意亞洲文化鍾意中國文化聽返你哋普通話通話電影嘅文化唔同咗佢鬼都會接咁係啊，好奇怪啊！就算你邊門邊派啦，一定有我哋後面嗰啲獅子啊、獅龍啊、虎啊、嗰啲查查啊，必定有啊！好似我去到美國啊，甚至見歐洲啊嗰啲，好多洋人攞起我哋中國啲龍啊、虎啊、獅喺度打嘅喎，咁即係話我哋嘅中國功夫已經發揚咗去全世界啊！反正我食，所以我覺得人。我眼看外國好多洋人都學學中國功夫，反而翻返嚟香港見到香港嘅年輕人冇一個係咯。中國功夫令好多人言之言罪，呢一本武打電影熱潮影響深遠，就連張國姜大偉喺邵氏年代所拍嘅電影，到今時今日仍然温風百年。我哋以前嘅武俠片咧，其實喺外國咧已經係好流行噶啦，尤其是係。有些人種佢又唔識聽你講，不如咁啊動作，我睇動作啦，打到飛起，佢哋又覺得刺激啦。所以到時今時今日，香港都仲有動作。所以我最記得有一次咧，我去啲紐約啊，去紐約我去百老匯睇 show， 咁啊睇完 show 出嚟話好多人預前車噶嘛，咁我妹夫咧就你等等啊，就行出出邊去接的士，咁我企咗喺度做乜同個太太，忽然之間又拍一拍，我一回头望，哇！嗰只手大过我块面高手嚟，黑色嘅高手啊，好大噶，琉璃打。我再回头一望，喺上边嚟，一个黑人啊，不后生仔。我睇下你咩事咧，我梗系睇过你啲戏啦。佢话你系咪飞机车啦？飞机车系啊，我系噶。我哋睇过你哋好多部武侠片啊。其實要我簽名啫，我爭啲簽落個手度，哇！手幾乜大隻，大手吧，因為我可以話香。